你弟弟毛峰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不是，你会不会看错呀？我潘凤凰这么大个人，连人都认不出来，那我不白活了？那这俩人在大马路上，那抱着就啃。哎，行了，我都不稀得说。那你看清那女的是谁了吗？那女的我不认识。豆豆，我今儿来，我就要你一句公道话。 这毛峰没结婚啥样子，我们都知道。这结了婚了，是不是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？得守守规矩了。这毛峰要真不想过，那他跟美丽趁早散伙。我现在就带美丽走，我也不图你们家啥。不是，美丽知道吗？美丽还不知道。凤凰，求你个事儿，这事儿你先别跟你爸妈说。 也别跟我爸妈说，更别跟美丽说。要是他们都知道了，我怕毛峰这个性格，反而是什么都不顾，什么都不管了。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去劝劝他，行吗？我能那啥吗？我能跟我爹我娘说吗？这事就我跟我发指的。但是豆豆，我不找毛峰，我就找你。你是毛峰他姐，可你跟我一样也是女人。你说。 这美丽要是你亲妹子，你咋办？再说了，我们家在我们村儿，那也是有头有脸的，她凭啥看不起我们家？没有，没有。现在城里人找外来妹的多的是，就她那德行，她看不上美丽，咱美丽还看不上她呢。行了，豆豆，我今儿来找你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我去办。毛峰，不是我说你啊。 摊上美丽这样的媳妇儿，哎，真的是你修来的福气。你看你媳妇儿，天天跟我们送吃的，啊，这两天你看我吃的肚子都圆了。你跟她吃了几根啊？两根啊，两根啊，嗯，两根这把你唬成这样了，没出息。什么？这跟出息没出息没关系啊，是吧？我说的是你要娶媳妇儿吧，你就得娶个实惠的，是吧？她会伺候你，将来你老了，你这辈子你就享受了。我跟你说。 他说：“你有出息啊，你出息给我看看，我拿你当哥们儿啊！我跟你说心里话，你之前处过那些女朋友，我夸过谁呀？美丽是真好，一心一意的跟着你，啊，就是一个贤妻良母。你说呢？”“我知道。”“好吃。”“啊，那龙锦呢？”“啊，问你。” 给点意见，那我就说三条，龙锦嘛，是吧？第一，太风尘了，这女人要一有风尘感吧，那就坏了，这就证明她谁都能上了。简而言之，不是，就是小众吧，事实啊。会说吗？第二啊，这人心思细腻。 成天琢磨人，多可怕呀！深不可测呀，后背都长眼睛啊！是不是啊？第三，目的性太强。我跟你说，我的经验啊，目的性强的人肯定不是省油的灯。你看，他得有目的吧？他得有那个功利心吧？小九九吧？他得算吧？他得琢磨人吧？成天，我跟你说，你就看着吧。我说的没错，所以我告诉你。 一个好的女人，就能让一个男人幸福，像你这样，能让他快乐，能让他有成就感，有那个不是没说完呢，别激动。一个坏的女人就能毁这个男人，所以说白了啊，要想毁一男人，怎么办？送他一女人。你有经历啊，说得很深刻啊。不是。 我没被人伤过，我没有，我被谁伤过呀？真没被人伤过，我没有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，哎，豆姐，哎，姐，怎么了？姐，怎么了，姐？你干嘛？怎么回事，姐？你干嘛？你自己清楚，你还是人吗？你毛峰啊？你还是人，你还要脸吗？你？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知道你做什么了？你？我不知道，他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你个龙锦千岁，你不知道啊？ 你让人盘问我都看见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不。
我还跟朱丽亲嘴呢，我跟这次艾伯亲嘴呢。你有证据吗？男女之间的事情要讲证据啊！你是我姐姐，哎姐，我跟你说，我让着你，不是我打不过你，我跟你讲，你作死吧你就。这美丽呀，哎娘，你吓死我！哎，下次一定注意娘。 美丽呀！哎呦，我这个心脏都受不了了，你真是。对不住啊，娘。俺们村里的那个门柱，不使劲关不上。 俺习惯了，俺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咱们家这门经不住你这么摔，你知道吧？别人不知道，还以为你对我这婆婆有多大的意见呢。下回一定记住了啊，美丽，行不行啊？俺下次一定注意。嗯，记住了。娘，俺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说。娘，俺们店里有点忙，你过来帮帮俺呗。 什么意思啊？你说，俺不是让你来受累的，俺是想扩大一下店面。您不是在电影院工作过吗？您有经验啊，俺想请教请教您。是吗？那你真是找对人了。你知道我在电影院里干了这么多年的经理，别说你这个小店了，就连大的超市我都敢承包。美丽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觉得你那个小店啊，地方多好啊。 在医院里边，可是经营项目太单一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想，你光卖花多可惜啊！是啊，娘，俺咋没想到呢？娘，你就说吧，您让俺干啥，俺就干啥。你真听我的，听。那往后呢？我要是指手画脚的，你不会觉得我这个婆婆管得宽吧？那哪能啊！俺是请娘出山，娘说啥呢？那都是为了俺好，俺一定听。那行。 那我就帮帮你。嗯，那说好了，我帮你，我就纯义务的，我分文不取。那可不行，娘，这店啊，毛峰是老板，那毛峰的店不就是娘的店啊？再说了，娘付出劳动了，就得给您钱。俺都想好了，一个月给娘至少2000块钱。要不这么定了，娘，这孩子，哎，不行，这个孩子太逗了。 真是，真没辙！哎呀，你别碰我，有话说话，你碰我干嘛呀？我错了，你本来就错了。对不起，你对不起我什么呀？你跟美丽对不起去吧。我不好，行不行？消消气，生气的样子不好看，你开心一点好吗？我错了，我能开心吗？你说你办那点事儿能让人开心吗？你替美丽想想好不好？什么人啊那是？ 整个一家庭粉碎，及你跟他好干嘛呀？你不想好好过日子了是不是？姐，你是不是跟龙姐有仇啊？我就是跟他有仇，他破坏你家庭幸福，我就跟他有仇。小点声。什么口味？我就奇了怪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们女人讨厌的女人，你们男人都那么稀罕呀？好，好，好，他到底哪儿好？我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咱俩交交心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说心里话，行不行？你说。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想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了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他先跟我提出来的分手，所以我心理上就是可能不太甘心，所以才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征服他。你征服他干嘛？听我说完。可是你知道他有的时候确实挺风骚的，然后又很懂男人，然后就戳我的软肋，老能找到我的弱点，所以我。 都特无奈，我控制不住我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控制不住，你控制不住就成流氓了，迟早有一天被警察抓走。这，你什么流氓不流氓，两码事儿。怎么两码事儿？那这女人和女人呢，真的是不一样。美丽呢，她真是什么都不懂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，我还得教她。不是毛峰，你结婚前不是这么说的。
你结婚前跟我们说你喜欢美丽，就是因为她什么都不懂，对，是不是？你要一个什么都不懂的，你现在娶了她了，你又做这种话，你居然合适吗？抓住了把柄，好，是没错。我是结婚前，我觉得她原生态很好，很纯，但是呢，我也没想到，就是她确实懂太少，所以。 你知道有些时候做出来那个事情，我特别的烦。不是，王峰，你教他们。听我说完。而且我现在是为了一棵树在放弃整个森林，我才做这么长时间。不是，等会儿你逻辑不对。什么叫为一棵树放几片森林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社会一人一棵树，一人只有一棵树，你别想要一片森林，凭什么呀？还放弃一片森林呢？这什么想法你？我有时候真搞不懂，你说你是我姐姐啊，咱俩。 有着血缘，对吧？有着基因，这都是相同的。怎么你就不能跟我想的比想的吗接近一点呢？我跟你一样，我也不想好好过日子了。是明天我就跟于伟打离婚去，还跟你一样呢？你什么态度？你这是？你怎么老帮着别人说话？不是我帮着别人说话，毛峰，你自己摸摸你良心。美丽对你好不好？是不是你追的？他跟你是不是大哥？ 你站在他的立场想想，要是别人这么对我呢？好，我跟龙锦断，我现在就跟他断，行了吗？你少蒙我！满意了吗？什么满不满意？你给我发誓！我发誓，我发誓，我发誓，我跟龙锦断，好吗？我发誓，真跟他断了？真的。不是毛凤，我真的，我算我求你了。 你好好的懂点事，别闹了，行吗？啊！再懂事，面你懂事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 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 老公回来了，那你给你加个菜吧，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你歇着去吧。让娘看着多不好意思啊，你先歇着去吧。 可是门艺术，嗯，早一天啊，我得去报一个班，我得好好学一学。啊，你看你比这画上这个插的还好呢。谁说的？人家那个插的多好。亲家母，哎呦，亲家来了，哎呀，你看看我这第一天来，就净瞎帮倒忙，也不会。怎么？来视察呀？哎，这不叫视察。 拿俺医院的行话来说呀，这叫探视。哦，探视，探视。哎，亲家啊，这是发财树，是俺亲家的，你带给他。真好看，是好看。你看你总是送我们东西，我们也不知道送你们什么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看，亲家母，这话说的多见外呀！咱们是亲家呀，啥叫亲家？那就是亲上加亲的人家。 这个解释好，亲上加亲的人家好。这样，亲家，找一天吧，你带着美丽的妈妈到我们家来尝尝我的手艺。
正好你也和老毛你们两个人喝两盅。那好啊，酒水啊俺自带，是俺自家酿的小烧，有55度，够劲，不上头。哦，好好好，酒你自带。哎，千家母啊，我听凤凰说豆豆是不是在找工作呀？哎呀，是啊，现在这个工作呀真是太难找了啊。豆豆他不是那个杨树叔叔走了吗？他得带那个黑纱。哦，原来他工作的单位是婚姻介绍所，这就去不了了。我现在是管不了他了，真是着急。哎，亲家母，你给俺说呀，俺来管呢，俺有办法。真的？真的呀，俺不是在医院画谱里边当个小头头吗？啊，医院里边认识人多。和各个科室的人都熟，关系老好了。我去给那个护长打个招呼，他只要一听说我是给美丽的大姑姐找工作，没二话的。哎呀，好好好，那真是太好了，亲家，那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都自家人呢，自家人不帮自家人能行吗？啊，大嫂啊，你甭着急啊，这事你甭管了，交给我了，你们忙。我就走了啊！哎呀，走了！哎，你不管，你不管，交给我啊！你们好，谢谢了啊，亲家。娘，那你送送去，送送去，送送。哎，哪天过来吃饭啊？哎，好的。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，而且我也交给医院人事部了。我打个报告要你，应该问题不会太大。真的呀？谢谢你啊，护士长。你明天就来上班吧。不过呀，具体的手续呢比较复杂，你要就算先戒掉。然后再让你的潘老师给你活动活动，具体的手续慢慢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毛豆豆，能进我们干部病房来上班的，可不是一般的人啊。我知道。好，你知道就好。我一定好好表现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潘爸爸，潘爸爸。哎呦，臭豆豆，医院要我了，还是干部病房，你太牛了。哎呦。我就是说嘛，护长啊，这点面子是会给我的。真是没想到，您真厉害。哎，不，要说牛啊，咱可不敢当啊。但是咱待人实诚，嗯，在这医院里边还真能搞定好多事儿。说白了，咱人缘好。人缘好，看出来了。那个，我回头跟我爸妈说，然后我让我爸妈烧一桌子好菜，请你们吃，一定啊。不，这自己人可不能弄这事儿。那我表示一下感谢嘛。哎，不，豆豆师侄，你在这好好干吧啊，有啥事儿啊，你给我打个招呼。啊，有我呢。行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给您丢脸的。哎呦，工作问题解决了，这心里边特别踏实，这心一下就搁肚子里边了。你说这农村人怎么这么了不起呀？原来我一直觉得咱找一农村儿媳妇，天天他们得麻烦咱们，现在你瞧，反过来了。你能别老农村人长农村人短的吗？人帮你这么大忙，你还这么说，回头多不合适。行，我哪儿说了？我以后就说农村人伟大。哎，说不说？切你！哎，我跟潘家爸爸说了，说到时候上我们家来吃饭啊。我也说了啊，总得做8个菜1个汤吧。到时候我帮你吧。你给我拉一个单子，看做什么。好。哎，我想到时候再当着他爸爸妈妈。给那个美丽一个红包，行吗？总得谢谢人家呀。再说你还没转正呢，今后转正的时候可能还得让潘家爸爸再找找人。不用，我好好表现，一定能转正的。相信你，放心吧。相信你，相信你。我都不知道你上林秀那儿去了，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？我就是想去看看他。他刚回国，哎，想想他呀，真是儿子年轻轻就走了，打击更大。这么一想啊，我曹新梅还真不算最可怜的人了。哎，我现在一门心思的啊，就是等着杨树的墓修好，到时候办个仪式，哎，把他骨灰入土为安了。到时候帮我盯着点啊，我那名字得漆成红色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别忘了问问毛豆豆，于洪水给的那个叫白包什么的，还给人家没有？别到时候以为我拿了这钱了，我可不要啊！到时候坚决不要。
好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赶快睡吧啊！我这回到离开于洪水，见老，就这儿这儿，包括这脖子，可真是老了。哎呀，妈，你别再想那么多了。你再想，那也是别人的老公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赶快睡吧。一想他们俩在一块儿，我心里就别扭。哎，不过杨树对我还真不错，你看他正派，他没别的女人呢，后来就我一个，我这么一想吧，我觉得也值了。好了，你别说了啊，赶快睡吧。我约了出版社的同事，我呀休假也快到期了，等我上班之后啊，你们都看不着我了，省得在你们眼前晃来晃去的，让你们烦，看见我跟看见鬼似的。好了，你休息吧。
来了。是谁啊？你好。哎，哥，哥，咱妈早上不见了呀！啊，4点多钟找不到她了，怎么能不见了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呀。她写条了没有？别别别，我跟你说，要出事穿衣服找去吧。哦，你等会儿啊，换衣服。玉航，你昨晚什么混的？我昨天晚上回来挺晚的，我回来时候妈都已经睡了。那妈有没有晨练或者是早上去办事的习惯呢？没有呀，妈没那习惯。不是你什么时候发现妈不在的吗？我早上4、5点钟的时候吧，我起来上厕所，我就看见妈不在了。不是，是不是妈知道杨叔叔这事儿了？于豪，你是不是跟妈说了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哥，这么大的事我可不敢跟妈说的。而且昨天晚上妈她还跟我唠叨来着，她说她想跟杨叔叔葬在一起的事儿。你说她怎么可能知道这事儿呢？那具体会去哪儿啊？这样，还先到妈原来的单位看一下，好吧？师傅妈您快点，谢谢。你们今天怎么来了？啊，不是，那是我找我妈来了。那个张姐，我妈今天到这儿来了呀。哦，没看见。哎，大爷，哎，我妈到您家去没有啊？啊，没有啊。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就问一下我妈在哪儿。好嘞，谢谢您啊。哎，给那个什么赵，给那个老赵，给那个老赵。哎，赵，你给，你先别打开，你给那谁他们家打电话。那个徐叔他们家打电话，去他们家。哎，赵叔叔，哎，赵阿姨在家吗？啊，我不是，我问您一下，那个我妈有没有到您家去？啊啊，没事没事，就没事，我就找找我妈。哎，好了，谢谢您啊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哦，行行，我再打个。咱妈曾经有目标，不是于浩，你干啥？你有这点劲，我妈能到菜市场搞的。什么？妈，喂，不是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妈，你俩。跑哪儿去？这我们哪儿都找不着。您到家了，您到时候打一电话呀。这你快看，快把那您解吧，解吧。快解，快解。哎呦，我不愿意住在别人家了，我得上这儿住，我得跟我儿子儿媳妇一块儿住了。不说话呀，不欢迎啊？不是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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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盼着您来住呢。欢迎也不必，都是自己家人，你随意就行了。那妈您那你随意随意。哎妈，你真的要搬到这儿啊？为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我老了，我需要人照顾，跟我儿子儿媳妇一块住，怎么着不行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看你一个人拿那么多行李，你这颈椎又不好，你说你这是……我住哪间呀？这，你赶紧拾掇拾掇吧，我头晕。我得眯一会儿。哎。真的要搬到这儿住啊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不行啊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看你一大早就跑出去了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哪儿也没去。你没事吧？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这，你当女儿的你怎么这么心眼黑呀？你让我有什么事儿盼着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妈，不是不是，你这问来问去的。可是妈，行了，别问了，我不想说话。你说我妈是不是知道杨叔叔那事儿？哎呦，你嘘，小点声。哎，不不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，假如说我妈要是知道了，要是朝你犯冲，就我妈这脾气，你让着她行吗？行。我求求你啊！哎，哥，妈是不是知道杨叔叔的事儿？行行行行，我这刚跟你嫂子还说这事儿呢。我说这要知道。妈，你哭什么呀？妈，杨叔这个死鬼呀，临死了死了，给我找麻烦呀！本来
人做个伴儿啊。现在全都不是这么回事儿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不会都知道这事儿吧？都知道你不跟我提前说，不让我提前有个准备，你当时跟我说好了呀，我提前有个准备呀，我能受这么大刺激吗？我们主要是怕您心里难受，接受不了。你是不是我儿子呀？妈，妈，你别生气。吃力乏味。妈妈妈，妈妈妈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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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开一点儿，妈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，联合起来欺负我，没欺负，我误会。出来了，睡着了。于好那儿陪着呢。你说也真是的，他怎么会知道的啊？你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当初早点告诉他呢，捎带着把我们全骂了一通。那杨树叔叔写的那遗嘱有底稿啊？有底稿？这个也有底稿啊？那那他怎么看到的呀？翻腾呗，一翻腾不就翻腾出来了吗？哎，下午我可得上班了。啊，你说刚开始上班老请假不好，你跟于好在家陪着他。行，我做完饭就得走。嗯，你手脚快一点。嗯。你们俩来了，豆豆呢？啊，那豆豆不是在医院找了一工作吗？我就让他上班去了。你妈都这样了还去上班，太笑话。不是你能不挑吗？我挑什么了？不是，那你不上班干嘛的呀？哎，你说妈都这样了，她上什么班呀？她我照顾妈能？你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吵。他不在也好，正合适。我想跟你们俩单独商量点事。你什么事儿，妈？你说吧。就从杨叔那墓地回来吧，哎呦，这满脑子都是那个。哪个呀？我就想知道啊，于洪水百年之后他想跟谁葬在一块儿？于卫，你去问问。嗯，妈，嗯，我怎么问呢？我爸现在活得好好的，于浩，你问去。我不问。不是，你怎么就不能问呢？哎，我不跟于洪水说话的。你不能跟于洪水。不去不去。杨一凡人家怎么当儿子的呀？人家父子俩捏过好了，人家提前都我一人不知道，算我一人。你怎么就不能问呢？你不是妈，你不是您看哈，就是吧。杨树叔叔哈，杨树叔叔呢，他跟他那个前妻为什么葬在一块儿呢？就是他前妻过世之后啊，他就想好了，就把碑就立上了。嗯，我爸现在活得好好的，是吧？这是一完了，跟我姚静阿姨，现在又组合一个家庭。我姚静阿姨现在挺年轻的，她一时半会儿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我是。那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我都赶上了，就赖杨树这死鬼，我跟你说太不仗义了，这人，你跟你前妻葬在一块儿，你没关系，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，你让我有个准备啊，你这冷不丁的这么一刺激，跟你说亏得我坚强，要不我死的都死了。不是妈，你别老死的，谁不死，谁都有这一天，你我就这么想。你说将来于洪水，这百年之后，你们得给他立碑吧，对不对？嗯。杨一凡现在立这碑是"子杨一凡敬立"，
这边是杨树，这边是钱老婆。将来于洪水这辈也得是这样啊。于洪水之墓完了是子于卫，女于好。于洪水旁边这姚静，她是你们亲妈吗？她凭什么在这墓上让你们给她立碑？我亲生的我都，你说我往哪儿放？到最后我就是一个孤魂野鬼，我这人的命才真是惨透了，白给人家生了一儿一女，都不如他这半路的，你不得问问他吗？你不得问问他吗？妈妈，行了妈啊，行了妈，我问你，我问你。妈，哎，美丽忙呢，来了。嗯，怎么样？累死我了。还行。哎，姐，嗯，俺听说你婆婆的事儿了，你看俺有啥能帮上忙的？谢谢美丽，不用。啊，反正你婆婆现在啊就是特别时期，你就记着，百依百顺。啊，你这是干嘛？下班了？嗯。我请了个假，早点回去陪陪他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，正好我也去看看你婆婆。哦，哎，娘，那俺给猫峰打电话，跟你一起去呗。你别去了，去这么多人，到时候她婆婆又多想。多想都不会，就是你这儿不还做着生意吗？别耽误你做生意，改天再去好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俺不差这半天。正好俺爹给俺准备了那个盆景，俺给曹婆婆带去。俺这就给猫峰打电话。那行，谢谢啊，美丽。去这么多人，你婆婆真的没事儿？没事儿啊。人多热闹啊，他就喜欢人多，觉得大家都重视他。好，给你爸爸打个电话，让他跟我们一块儿，可不让他跟咱们一块儿。这老头不知道在那忙什么呢。曹阿姨，俺爹送的这个假山啊，你不用咋养，没事浇点水就行，等闷的时候看看。哦，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你。曹阿姨，什么事情他都会过去的。等您心情舒坦一点的时候呢，欢迎来我们文化馆，保证让您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就两个字，开心。我可以教您变魔术的，魔术阿姨。不是你，你说现在这时候我开心不可能的。做人当然要开心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，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你帮我把这个拿过去。来，不是，哎，快，你帮我一下呀！这孩子不会说话，快，千万别搭理他。把这收下。哎，不要！哎，您拿着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嗯，本来呢是想让豆豆给你送来的，豆豆跟我们说还是让我们自己给你送来。孩子，他太客气了。你瞧我们呀，也不会怎么安慰人。想开一点儿啊，其实人活着不就这么回事儿吗？是不是？反正你要是觉得闷得慌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咱们说说话啊，聊聊天啊，出去散散心什么的。我现在就在美丽他们那店里面给他帮忙呢，时间挺灵活的，说出来就能出来。行，找人说说话，岔一下就过去了。哎，我们也跟豆豆说了，让他对你啊百依百顺，那不必，不是，